欢迎来到辣椒足球推荐，我是你们可爱的小辣椒。更多推荐，请关注公众号体育财经。今日小辣椒给大家带来分析欧冠，巴塞罗那对战尤文图斯。评论区可留言你们看好的比分，猜对私信我领取红包哟。主队巴塞罗那球队状态不够稳定，最近失误太多，球员伤停，后防漏洞太大，都是需要注意的问题。梅西如果状态不好的话，整体也很难串联起来。客队尤文图斯近期状态不错，整体实力相对均衡，各项赛事8场不败。本场 C 罗出战，阵容结构比巴塞更加合理，此战有望凭借较为充沛的体能全程对抗对手，传控优势。本场比赛开出主让半球，分析时间较早，变化比较大，可能会对结果有所影响，请谨慎参考。本场推荐尤文图斯加0.5。想要获取其他赛事推荐吗？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体育财经获取推单。影片最后记得动动手指帮我点赞加关注，不然划着划着你就找不到我喽。